今天我们来焊一个保温杯。原来保温杯是这样的哈，一个外胆，一个内胆，需要把这两个焊接在一起。需要两道焊接工艺，第一个焊接工艺是瓶口的这个位置，需要用激光把它焊起来。另外一个焊接工艺就是瓶底儿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多切。对啊，太费劲了。